All right, marshals ready, drivers ready. 5, 4, 3, 2, 1. Easy. Stop it, guys. All right, easy, guys, easy. All right, it's underway. 好,现在起跑的是由来自日本的 Masaki 领先,然后呢 11岁的 Tino 第二,杠杠也是来自日本的 杠杠 第三,然后赵家 Simon 第四,高飞 第五。现在全橘色的车要经过操控台的是我们的头车,后面的白色车是小朋友 Tino,然后呢红头白尾 是我们花花好像有漏圈，所以呢，花花现在是第三。对，花花刚有漏圈，现在花花是第三。现在比赛进行了1分15秒，还剩2分45秒 ，Masaki 头车全局的后面的白色车。 是二车，然后直路尾现在看到粉红头白尾的是三车，花花，然后呢是赵家的四车。1:45 down, 2:15 to go. Masaki from Japan still leading the race. Tino, 11-year-old Tino is in second. Hua Hua in third. Zhaojia in fourth. Ganggang in five. Standing order is 1, 3, 5, 2, 6. These are your top five. 全橘色的车现在准备要进入直路。这个亮橘的是我们头车，来自日本的。然后呢，白色车现在进直路的呢是我们小朋友 Tino. 然后呢。 粉红头白尾是第三名，跟第四名就在他后面的黄橘，所以现在呢，抢第二名的现在有三台车，现在都进入直路，蛮紧张的。现在比赛剩了1分30秒，1分30秒，1:30 to go，1:30 to go。现在基本上头车现在已经遥遥领先，现在就看二三四，前面有一台白车要注意了，后面车子都是快车，谢谢。 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直路，Tino 现在是第二，花花第三，赵家第四 ，Simon 第五。全局的 Masaki 现在遥遥领先，比赛还剩1分钟 ，1 minute to go，1 minute to go。 Easy guys, easy。 小兔子，你后面是头车，谢谢。现在 Tino 二车、三车跟四车，大家可以看，现在赵家想要超花花，现在看赵家就是黄跟橘，现在在直路尾，他想超前面的花花，可花花守得很好，又拉开了一些距离。哎呀，赵家翻了一下，现在 Simon 就在他后面，看 Simon 能不能超赵家，抢到第四名。 你要等一下 ，Simon。 OK, go。 现在比赛还剩，时间到，大家继续跑 ，finish your last lap，finish 冲线，所有人冲线。 Okay, 全部完毕. Congratulations to Masaki for taking second round. Tino, 11岁的 Tino 拿到第二，花花第一轮拿到第一的花花现在是第三名，然后杠杠 on.